长大以后，我们再未谋面，更谈不上相知、相恋，所以彼此没有婚姻的基础。我早已离开家乡，去了外面的世界。那个世界很大，我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注定无法与你同行。包办婚姻，乃封建宗法之臣服。纵观今日之，看你的样子，你一定读过书，你怎么能接受包办婚姻呢？你见过他吗？你了解他吗？沈小姐，你一定要反抗！你记住，没有人能够剥夺你追求幸福的权利。新姑爷马上就要到了，过了时辰可就不好了。我知道了，你别催我，这越催我心里就越乱。你还找什么呢？我找个师傅修补一下。阿香，这镯子碎了的事儿，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，你自己知道就行了。Thank you.
小姐，这是写给我的。很小的时候，我曾见过你。印象中，你是一个可爱的女孩。她说我可爱，但长大以后，我们再未谋面，更谈不上相知、相恋，所以彼此没有婚姻的基础。 我早已离开家乡去了外面的世界，那个世界很大，我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注定无法与你同行。包办婚姻，乃封建宗法之臣服。纵观今日之中国，得救出殡，五四新潮风起的夜，我们各自皆应珍惜清楚，投身到火热的社会变革之中去，寻找真正属于自己的爱情，去创造光明美好之新生命。 恕我今天不能与你成婚，仅以此书为心志，望深切的见谅，万愿道。
吓我。他说他不能跟我了。你说什么呢？他说他要休我。啊？这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呀？来，喝酒，喝酒，喝酒！我敬二位一杯。感谢二位远道而来，参加药堂的婚礼，让他感激不尽。买卖的事儿，来日方长。这回不行，还有下回。对，大少爷说的没错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今天咱们就好好的喝酒，生意的事儿改天再说吧。吴兄，药堂先干为敬。哎，来，吃着喝着啊，来，坐坐坐。快走！
作恶多端，杀人无数，今日儿欲为民除害，连累了您老人家，儿子对不起您，您的养育之恩，儿来生再报。孝之子，这么多年了，都在外头做了些什么？少他妈废话！我想问你，我想，你真对得起我啊！我当你是个人才，来给你做主夫人。说，你们到底都是些什么人？但凡有良心的人都想杀你。但是今天想杀你的人是我，跟我阿爸没关系。你把他放了，把我阿爸放了。不行，我要去回家报信儿。